非章子怡不娶，34岁患艾滋英年早逝，墓碑歌词激荡全中国。作为国际巨星的章子怡一直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，在嫁给摇滚歌手汪峰并生下女儿醒醒后，她早年的情史被媒体爬了各地朝天。除了已经众所周知的豪门公子霍启山、外国富豪李威以及央视主持人撒贝宁外，还有一位已故的初恋也受到了广泛关注。640469，章子怡的初恋是歌手高峰。高峰是一个非常有才的音乐创作人，他为黄格选创作了《春水流》，为李玲玉创作了《春》，为解晓东创作了《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要》等。刘德华的歌曲《笨小孩》也是他创作的。当年他的一首《大中国》唱红了祖国大地，传唱至今。600753，高峰在事业巅峰时喜欢上了赏处于豆蔻年华的章子怡，而那个时候章子怡还只是中央戏剧学院的一名学生，没想意外被高峰看中，还带助他一同参加了央视春晚，令章子怡非常感动。不过章子怡本人至今不承认有过这段恋情，更称这是他入行以来最令他委屈的事。566412，高峰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歌手，而且是位全能音乐人。可惜的是，天妒英才，这位才华横溢的歌手于2002年被病魔夺取了生命，终年34岁，死因据说是感染了艾滋病。在高峰去世不久，他的一位生前好友发表了一篇标题为《往事雕刻章子怡》的悼念文章，文中指出章子怡是高峰最后一个异性女友。640336，高峰已经离世16年了，但他的《大中国》却依旧那么朗朗上口，至今让人怀念和尊重。在他的墓碑上，除了他的名字外，就是激荡全中国的《大中国》的五线谱，写着永远与我们同在。愿这位歌者在天堂里永远快乐。636594，章子怡至今不承认与高峰的这段情，真是让人心寒。不管怎样，章子怡度过了诸多波折，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，与汪峰俩组成了四口之间，看上去是那么和美。一切都成过眼云烟，眼前的幸福总是那么让人依恋。假若看到子怡在汪峰怀抱里的幸福，高峰一定会感到无比欣慰吧。458300，章子怡是中戏七朵金花中事业最成功的一位，同时也是感情最坎坷的一位。相比梅婷是七朵金花中长相和演技最松弛最有灵性的，而梅婷在婚姻感情上也不是那么的顺利。她与导演阎颇结婚六年，爱的义无反顾，却等来背叛。好在她坚信爱情，现在也迎来了自己的幸福。640450，
梅婷是一只经历过磨难又浴火重生的凤凰，现在也复出拍戏了，最近在拍摄一部叫《我的不惑青春》的励志剧。这部剧以主妇的重生为主题，深度探索女性内心成长。